方剂一羌活、独活、桑寄生、秦椒、川芎、赤芍、当归各15克，防风、杜仲、川牛膝各12克，细辛、桂枝、甘草各10克。制用法：水煎服，每日一剂，淤血坐落加桃仁12克，红花10克，鸡血藤30克，原名15克，痰浊阻络加至半夏、天麻、茯苓适应症。颈椎病方剂二剂生、川段、熟地、川芎、姜蚕各12克，丹参20克，葛根、威灵仙、木瓜各15克，黄芪30克，牛膝10克，乳香、没药各9克。制用法：水煎服，同时可将上方药渣用纱布过滤包好，加白醋50克，上笼蒸20分钟，取出稍凉后热敷颈部，每日2次。适应症：颈椎病。6月5日重庆中医诊疗局部雕塑美容减肥无痕线雕提升舒筋品斑邦剂三红花、赤芍、乳香、没药各9克，当归、深筋草、木瓜、枸杞各12克，川芎、防风各6克，373克。制用法：水煎服。适应症：颈椎病方剂四白花蛇、贝黄10克，乳香、没药、肉桂、川芜、草乌、胡椒、白芥子各5克，麝香 1.5 克，冰片少许。制用法：共为细末，同时取药末撒在麝香虎骨膏上，贴于患处，每周换药2次，同时内服下述汤药：葛根、威灵仙各30克。适应症：颈椎病方剂五全蝎、片姜黄各10克，白芥子、茯苓汁各15克，炒燥刺、熟地各30克，穿山甲、麻黄各6克，炙川、草乌各15克，先煎40分钟。制用法：水煎服。适应症：颈椎病方剂六全蝎10克，蜈蚣2条，鹿血草、川芎、当归、自然酮、乌梢蛇各15克。制用法：水煎服。适应症：颈椎病方剂七羌活、胆南星、龙胆草各6克，白芷、桃仁、赤芍、盐胡索各10克，川芎、白芥子各5克，威灵仙15克，桑枝、葛根各15到30克。制用法：水煎服，随主加减，可配合食疗。方位：淮山药30克，熟地、枸杞、莲子肉、党参、黄芪各15克，当归6克。炖母。适应症：颈椎病方剂八苍竹、炒白芍、茯苓各20克，川芎15克，桔梗、干姜、厚朴、甘草各10克。制用法：水煎服。适应症：颈椎病。6月12日龙师正骨治脊疗法手法复为精讲班广州站。方剂9：紫背齿先煎、磁石先煎各30克，粉葛根、炒白芍、丝巴络各15克，炙甘草9克。制用法：水煎服。适应症：颈椎病脊髓型方剂10：桂枝、白芍、黄芪、知母各9克，葛根18克，生地24克，钩藤、桑寄生各12克，生石膏、桑枝、茅根各30克，琥珀6克。制用法：水煎服。适应症：颈椎病方剂11：鹿涎草、丹参、熟地、当归、白芍、川芎、薏苡仁、威灵仙各9到12克。制用法：水煎服。适应症：颈椎病方剂12：用葛根、黑豆、蛇蜕、黑芝麻、人参、鹿茸、熟地、黄芪、核桃、枸杞、甘草、白酒各适量。用法：药浸酒内一个月，服15毫升，一日2次。一月胃医疗程。方剂13：用白芍240克，深筋草90克，葛根、桃仁、红花、乳香、没药各60克，甘草30克。药盐细胃水饭胃丸，每服3克，一日3次。一月胃医疗程。方剂14：用川芎、荆芥、白芷、羌活、防风、细辛、薄荷、甘草、茶叶各适量，加水浓煎成浸膏，每服2克，一日3次，2个月胃医疗程。方剂15：将葛根130克，骨碎补，白芍各90克，鸡血藤、八戟天各80克，当归、羌活、桂枝各60克，泡山甲、乳香、没药、蛇3条。药盐细味水饭胃丸，每服6克，一日3次，温开水送下。
一剂为一疗程，一至三剂。